这个女生好好看啊。非常漂亮，像迪丽热巴。各位企业家大家好，我叫姚丹，今年26岁，目前在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就读于专升本，然后有一点紧张，不好意思啊。然后是2014年年底来的北京，2015年开始正式工作，先后从事过行政工作、商务拓展，然后以及最近2年的电子商务运营工作，然后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这个节目也是希望能够求得一份和商务运营有关的工作，谢谢大家。你做过电商直播带货是吧？对，做过1个月的时间，在天猫淘系这个平台做的是淘系的直播，这也是我最近一份工作当时离职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做的电商带货，它的商品不是我特别喜欢的类型，可能30家、40家以上的主播带货会更有效果的。那你就选别的店做呗。对啊，所以离职了。对啊，离职以后你还是再继续做带货吗？这段时间在休息，然后再重新开始找工作。带货是不是特累？当时我在后期是属于兼职主播的公司的一个状态，也就是白天8个小时是要正常做我的商务工作的，然后下班之后是做直播带货。那也就是说你得一连周转了。累呀，所以走了。所以还是因为累才走的。我想说的是这个平台我也不太喜欢，就是可以聊啊，慢慢说嘛。你直播带货也是这个状态吗？这比现在能稍微放松一点。你放松一下，我看看，你来个当时的那状态，我感觉一下。啊，前面就是屏幕。前面什么？好 ，Hello， 各位屏幕前的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来到雨欣堂的直播间，我是大家的主播四月。今天我们要来给大家带来几个新款我们的产品，主要是折扣比较大。行了，算了算了算了。你这能带得出去，才叫奇了怪了呢。对，所以我可能不适合直播。最开始招你去是因为你长得好看吧？不是，当时就是纯粹的一份商家运营的工作过去的。那你现在这份工作是在干什么？现在没有在工作，5月份离的职，到现在。之前在医美平台做的还是商家运营，例如他们入驻的这个商品的标题优化、详情优化设计，还有他们这些机构的一些基本情况，以及怎么样去提高他们的一个 ROI 转化，还有复盘。这工作挺培养人的呀。这一点要是说我当时的那个平台上层领导变动吧，连带着下面的一个人事有一些关系。上层领导变动跟你有什么关系？新领导他的自己的一个工作方向，以及对我们之前的一些工作区域划分可能有一些变动比较大。那你应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往下走，怎么跑去天猫店了呢？你可以继续做运营工作呀。慢慢说嘛，这时间不是还够嘛，时长是吧。从医美平台出来之后，我是在最近这一份工作，它其实最开始做的是商家运营，在微信的有赞小程序上边做了有4个月时间的商家运营，之后是从商家运营这个部门转到了一个他们的一个分支品牌，也就是说天猫店铺这边。但是如果说全部的重心一天8个小时可能全部要放在直播这一块的话，和我未来一个工作计划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出入。我希望直播可以在我的工作之中作为一个辅助的手段。对，那你今天在找什么工作？商家运营和平台运营。你是不是身体不太好？没有。你怎么中气十足？哎，我可能这两天熬夜打游戏来着。打什么游戏？王者荣耀。啊，昨天晚上打的几点？2点吧。那你今天干什么来应聘呢？我知道昨天那个王者就一直上不去。上不去就别打，先停一会儿，身体要紧吗？你看你头发都黄了吗？还挺少。是吧？而且你现在瞧你这个样子，虽然你脸部轮廓还可以，你已经开始长斑了脸上。还有痘痘。对不对？所以你真不应该离开那个医美平台，你知道吗？对不对？这么说该回归医美圈了，可能。珍重生命啊，热爱生活。好的好的。你要求薪资多少？14。有哪家企业你是特别想去的？朱老师。朱老师，他是哪个企业的？朱老师是西游记企业。
哦，不是那个猪。你不知道他是哪个企业的，你为什么选朱老师呢？一擦一走一过，擦肩而过。擦肩而过你就看上他了？刚刚一看又看上了。这太不靠谱了。就是可以聊啊。涂老师，我们医院有医美对医美科，就如果你要是加入运营的话，你能做些什么工作？如果说您这边想要去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业绩的话，可能我最基础，我可能还要根据一下我们对于这个机构它的一个投入，它的一个花费是多少。投入足够的话，首先这个现场人员配置至少要场咨要两个，也就是现场一个咨询要两名咨询师，然后网上的咨询也要至少要三个咨询师，因为它需要负责不同各个平台的，然后手术的医生各个方面他的一个排班，他个人的一个医生品牌形象也要同步去做树立，去做一个树立和包装。我觉得非常好、啊。行，咱先不说这个了啊，你满意了，这个朱佳音那事儿还在我这儿搁着。涂磊老师放。放过你。没有，我没说。他说放过我。我没说。你刚才不是说这句话吗？我又说回来了。你是不是很随性的一个人？你面相是高冷的，但内心是逗比的。往往哈，运营这件事儿是一个万金油，即便是在医美类的部分。刚才你讲的那是道理，没错，对吧？但是它不是亮点。你现在刚才讲那些流程的话，会导致现在用你的人不觉得你那14000值。这意味着你今天求职有没有准备？我知道，但是我必须要承认一下，我对于各位哦，对你没法准备。你昨天晚上打的2点往这儿。我，对。这个我理解你啊。很抱歉对各位领导。对于你现在求职来讲，你一直表现呢就是比较的漫不经心随意，专注度还有职业度不够。我觉得你要14000是比较高的啊。你建议10000以下。我们问一下姑娘，在第一轮选择之前调不调薪酬？8000，听老师的。哦，这么听老师的话。8000，听老师的话。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不太情愿。不情愿你就不要调，咱就真实一点。那我取一个中间值吧，10000，心甘情愿的不？心甘情愿。第一轮选择去火流。还有8盏灯，天生我有才。说他不像是一个职场上的人的行为方式。一个职场新人换三份工作，这个很正常，但是呢，你换每一份工作得让我看到提升，换没事儿。比如说你在换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找到了自己，你愿意为此付出努力，然后你在这个职业上呢，换得值得，哎，越干越好，越干越深入。这样的话，我觉得那别说三份四份，这个都有可能。我其实在来节目之前，有前段时间找过一个新的一个工作，当时聊的是都 OK， 薪资各方面，也是一个创业公司，然后在入职的要前一周的时间，然后那边临时通知是说，投资人觉得这个岗位可能目前没有一些新的发展，然后呢，他就把我这边回绝了。创业公司有一些确实存在一些不太稳定的因素，并不是说人为一定，因为我想走所以要走的，有点委屈啊。怎么说到这儿还想哭了呢？哎呀，我不委屈。告诉我们哭的点是什么？不是，他应该是说他不被迫选择，他又不是主动离职，因为创业公司不稳定嘛，就是被迫选择。之前那个 offer 被推的这个事情，他其实当时对我有一定的是我在人生在这几年找工作之中第一次被这种放鸽子。其实那个工作它的对我没有造成特别大的打击，只是说今天聊起来的时候刚好这个任老师提起了说这个工作换得比较频繁。其实不只是任老师这样说，我包括我自己也是觉得工作生涯来其实换的行业其实比较多，然后我就发现有的时候你坚持一件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不是特别的容易。我其实在不是特别熟的时候话语比较少，然后其实有的时候自己默默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领导他其实并没有看到，而且我也不是特别喜欢说，哎，领导今天我其实在做什么。我绝对不会说我是一个特别有亮点的人，是说，哎，一提起姚丹在哪个公司他就是一个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哎，他做出了什么业绩的，签上了什么大单。但是我自认为我在工作里边的敬畏心还是有的，每一份工作。其实每个人都会去做很多的工作，也会给公司去带来价值，
但是你的价值怎么样能够叫你的老板去知道，这个本身就是我们的工作职责之一。但是今天的话，在舞台上的第一轮到现在为止，实话来讲，如果不是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我根本看不到你的亮点。因为这个女生唠唠叨叨说了很长时间，没有抓住重点，而库尔特表现了无限的同情和鼓励。朱家晕的名字你都没记住，他是什么企业都没有记住，可是当这么糟糕的表现的时候，叶子龙突出来说我愿意给你岗位。什么一个企业家上台了之后你都没有记住他们企业家的名字，然后叶子龙就要给岗位。我觉得曹曦今天说的特别棒，难道这个女孩她第一轮表现有，第二轮在讲这些你所谓的废话的时候好吗？作为企业家你凭什么亮灯？这个时候谁都有权利说话，你没有权利说话。我觉得她行，我愿意给她机会，这是人力资源的职责。所有的企业家都可以表达出对她的喜爱，因为我们都有岗位给她，而你必须要站在公正客观的角度上去看待这个女生，而不是把自己的立场摆在情绪之上。好，可以了。这姑娘你要客观评价啊，颜值上不说了，准备上完全不充分，而且在职业素养上的确对自己要求不太高，有点散漫，但脾气不招人烦。所以啊，你现在别出神了行不行？你别整个一琼瑶女郎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咱在第二环节努力的把自己的专业水准拿出来，争取把你那一万再回到你那一万四。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父母反对我考研，还说女孩子学历越高越嫁不出去，是这样吗？对我来讲不是，我的家乡其实是在一个小的县城的。我知道我的家乡在东北，是东北吧？是东北。对，我不能说代表说其他的父母对自己女孩子的一个期望怎么样去规划，但是在一些小的地方，其实父母不是特别的赞成女孩子去在外去工作，然后你的学历啊会一直要上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但是。可能我的父母比较开明一点，他从小比较尊重我自己的一个意见和想法，所以我的父母是说如果能有机会多学习的话可以支持我多学习。他没有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他的专业的训练还有对这个题的理解的程度还有他回答的这个条理的程度得分不高。实际上是考察你对于这种高学历你未来的职业人生的目标什么样子的。不，我觉得这道题考的您说的不对，那道题不是考的他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这道题价值观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女孩子我也不会给特别高的分数，是因为我觉得你没有跳出了题目之外，对，你没有明确的去说这道题本身，但是这题问的其实是说固有思维在套你现在年轻人的人生的时候你们应该怎么办。这句话就古代讲叫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你的第一环节的专业度是够的，尤其是跟叶院长那边交流的时候你是有专业度的，但我现在留灯到现在我的最大的一个关注点是我担心你的职业度确实会有偏差。所谓的偏差是你还是很照顾自己的，因为比方说工作地点你写的北京朝阳，就是你好像对这方面比较爱护自己，比方说不加班等等。我想知道是这方面你自己对自己的规划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不加班然后也离上班离家近，工作最好还轻松一点，那这个对你来说你不担心未来的职业生涯受到很大影响吗？我在前几份工作的时候加班的规律实在是太高了，然后是我的身体脊椎一直到现在都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这也是在前一份工作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专门休息了半个月的时间去做专门的这个调理，我的脊椎去按摩。我插一句啊，颈椎不好。颈椎不好还打了游戏打的两点。你看你颈椎不舒服或者腰椎不舒服，但你打王者荣耀可以打到两点。那如果有一件事情你像打游戏一样愿意通宵达旦，这件事情就是你一辈子的事业。医美行业是我最近在求职工作之中最关注的最中心的一个方向。别的还有没有？就取决于我们还要不要留灯。我其实比较喜欢服装造型这一方面的行业。大家一上来都盯着他的脸，而我一上来就看到他颈椎是歪的，体态也是不太健康，我看不到他一个健康的美，是好多人看的只是五官。五官当然他很漂亮，但是我希望你年龄这么小的时候应该更多的去关注你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既能够让你赚钱又能够让你比较健康的，比如说瑜伽健身。瑜伽工作愿意尝试吗？我想好好考虑一下。第二轮选择去过里啊，
叶子龙，你不是留灯的吗？其实他一上来以后呢，他给我回答那几个问题，我对他特别感兴趣啊。我为了你这个事呢，我还特别跟我那个分院院长打个电话，我把你这个简历也发给他了。他给我了个三点建议啊，他对你的不满意。他第一个呢，跳槽太频繁，这第一条。第二条呢，你在医美行业里边工作的年限太少，也才不到一年。第三点呢，我们这个岗位呢是个低底薪高提成的一个岗位，但是你要的底薪有点过高。他给我这三点建议以后呢，他就建议我不招。所以我其实还是看好你啊。我给你这个建议啊，如果你还感兴趣的话，我建议你面对面的跟那个院长，因为我们是个集团嘛，你面对面的跟我们分院院长来争取这个机会。但是呢，今天我给不了你了。我觉得你是有技术能力的，但是你的这种性格还得要找一个人，就大家得呵护你。在职场当中，我们会单独为你这个人会付出更多的一些管理成本。你看你一个6年的职场生活工作的经历，在这个舞台上还不知道自己选哪个行业，职场上面很多的时候是第一看你的态度，第二接下来才在评估你的能力，从头到尾的态度。我觉得没有办法让一个作为我的应聘来讲，我没有办法打起兴趣来，你自己都没有态度，我怎么有激情去拥抱你呢？以后再面试，如果你再提14000的这个收入，然后那个面试官